谁的 BN？ 我是谁？他如果是问谁是谁的 BN 就好了，我就知道是谁是 BN。Who is BN？ BN 就是 BN。我转身开始，哎呦，多漂亮哦！挡住下段，嘿嘿，三 D， 哇哦，确定，哦哦，我知道雷了，打一下，挡住了，好，哦，好漂亮，转身可不知道这个加二，AA 直接打，哦是，哦那，哎呀，真中分。哦哦，嘿嘿嘿，哎，漂亮哦，挡得好，挂身上，哇哦，嘿，好漂亮，喂，哦哦，闪掉，哎，摇头，哎，放枪，这没接好，刚刚这个背车的影子，起身动了是不是？奇怪，背向起来，秋形虫的动作不错，哎，摔，嘿。哦，上图这边下盾挡很多，血没打，这血反太慢了。哎、欸欸，太夸张了，怎么外神这个样？没想到这个打中。哦，手枪，哎，我打到顺飞波，漂亮。哎，应该用但是没有比加 K 才对，我不会出去。哦，真是还有机会啊、哦。哦，头摔，还没机会嘞。下段哦，中段的天啊！破大哦，漂亮啊，有机会啊、哦！压到一波就有机会。哎呦，飞盘拉进来硬折啊！哎呦，哇、哦，长得漂亮！阿姨站漂亮啊！红红的，红红的，再见啦！没办法，一盘偷动一下，这不应该动，不应该动，刚好啊 ，GI。第三下不能弹，弹地请弹第四下。哦，脚太短，嗯、好。哦，这样也可以弹，不错哦。哇！就把房子全部放掉。哦，自己红那红的会跑没有错，红的会有 LH， 他自己中 LH， 哇糟了，战神这边气好多、哦，啊真的不太妙。糟糕！哦，惨了，来了，嘿嘿，后面还要被折，到时候又爆炸。我还被折一次对。哦，他没有折，战神没有折，可是他要收下去了。啊爆、欸！哦，漂亮！哎呦，哎这个可惜。有、哦、完整！哇哦，翻来翻去。嗯。换战神红。对，没错，换战神红了。不过刚用几次雷的攻击，这就回复。哎、欸。战神可能要收下去，还是直接反攻？啊，这个会带出什么？没有。哦，哎，没有出去，可惜。奇怪了，会反攻。哎。没炸到。哦，战神不收下去吗？不要留下一张，下去。啊对，嗨，嘿嘿嘿，乱动，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嘿，嘿嘿嘿，我有吃整套，哇，吃整套，吃整套，哦，好痛，哦，吃到，哦，一整套吃到整掉，腰瘦，啊，还吃到，哇，阿巴嘞，对阿巴嘞，这阿巴要什么招式啊？被阿巴嘞，想通去逼嘛？对啊，我通过逼，我想说太慢了，哦，逼太慢他就，那你还不如 BK， 那你还不如 BK 就好。是谁？皮卡丘？怎么会是皮卡丘呢？等下战神会公布答案呢。现在场就是答案了，现场就是答案了。Welcome to the stage of history retold。来了，皮卡丘！哇，阿和猜中了，阿和今天可以得到25,000块，五十块的出庙券。可能皮卡丘，不要骗我，不要骗三岁小孩子。我觉得是战，我觉得是战神是特意讨好阿和的心皮卡丘，炸气，根本是炸气。哦，漂亮！哦，哦我想上，哇，这个好强！喂、哎，没碰到。好，熬到，嘿，嘿，再来一下段子，哎，哎，老跑。哎，打到了，哎，
嘿嘿嘿嘿嘿，哇，这漂亮哦，他们再来一次，哎，正面切反，但是现在是劈腿，被人家挡太多，现在是哟，对，我不过是哟。哦，是有打风阵，有雷了，打下，感觉这个把雷用就好浪费哦。嗯，虽然说也回去那个，我也摸不到哦，是有。哦，有力进攻，哎、欸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呀，没炸到，哦、太突然冲进来没炸到，哎、欸，哦，再跳一下，没错，好、哦、六 AA， 对象角，哎哦。哎呦，哇糟了！我感觉卡利姆的手好像比多拉长的感觉，是我错觉、啊，感觉啊，他距离人真的比较远，感觉比较长，啊、比较远的啊，难度比较远。多拉真的只是多拉一梦，真正奥西的吗？奥收下去，这个时候就需要留一手吧，一波收他，嘿，好漂亮！那个也是突到一次就可以让他的收掉了，对，是吧？哎呀！啊、哦，一开始先集气，第二轮有人要不要爆炸了？哦，又猜错惨了！风炮、没有、啊，不是风炮，放枪、啊啊！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又、啊、被又被折一波，糟糕！有力进攻，哦，又跳来跳去，哇，跳下跳来跳去，他很掌握不到距离，糟糕！糟糕了，糟糕了！不要客气，不客气，来呀来呀来呀！战神，胜利之舞。整个胜利之舞啊，前跳后跳，好活泼啊，好活泼、啊！哎呀，这个中的弹剑不太妙，大神都知道。哦，没挡住三下。哎，卡利姆这边是不是要收下去？嗯，应该不用。哦，漂亮！我觉得先把它弄破了。我觉得可以收下去。好了，好了，大家。对方快炮了，破了。哦，冷冻，对方力回。啊、哦，好了吗？走啊！糟糕！乱动死了！大叫一声、啊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哦，他跟大师兄显灵了！哎呀，七来了，七要来了，而、啊、且没来七，这是可以来七、啊。还在的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啊，刚才现在放在我，刚放 啊, 啊，还是破了。哎嘿，哎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！搞什么鬼啊？这是康博用错，这应该是用错。刚不用错，可以按到，好不像，制造紧张气氛。这样子跳那么矮都会出去，忍者跳那么高不会出去，实在是不合理啊！不合理啊！哎，忍者绝了，去把雷打不行。哎，起身逼！哇，套梗！哦，忍者不知道收下去了。哇，哎、爆炸！哇哇哇！哦，爆炸，好痛！战神不行，走下去。战神刚刚一个失误，卡利姆，其实卡利姆这个啊啊啊，放弃啊，回弹了，没事。哇，我看大家哇，最后一次猜，对啊，他输了哇。大家被 AI 真的，被 AI 都很喜欢 AI 回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是啊，但是习惯性没有确认到。哎，战神就是是一个自爆出场，自亮出场，自爆，可惜呀、啊。这次要选个没有水的场地。嗯哼，要选个不会出界的啦，这个墙壁四面都是墙，选个四面是墙，家徒四壁的墙壁，家徒四壁的场地。可是其实我觉得塔利姆出场技能还不错，至少比多拉好一些。比多拉，他至少可以踢在场边，可以在那转转来转去，然后把他踢出去。对啊，把踢出去，二 A 什么都会出去。下场一对我都不利啊。多拉 B combo 跟出场都不强，好啦，所以多拉到底有什么场地才可以打？我是谁是谁呢？城墙就城墙，大家最喜欢城墙，疾风最讨厌的城墙。那这关也还好，这个场地就有点微妙了。这关要调一下长方形，不能是上线，不能打那个短的那边。嗯。哦，哦，漂亮！起身，可能打也来不及。哦，是哦，嘿嘿。这边没打雀凡，卡山罗起身 A 有十二伏雀凡哦。啊，蹲伤 A 不是起身 A。
哦，起身也有趣的啊！哇塞，这个漂亮，特漂亮。他发现你都会坏，不得吧？那我们看距离啊。对啊，看距离，在尖端你不能这样回，可能只能回一下而已。哇塞，凹到，硬拼，负八没有血力，没血单。哎，哦，碎哦。哦，超超大，这个好高，飞高。哦，解到了。好，继续烂梗，烂梗烂梗。啊，还是用烂梗。哦，是战神不知道烂梗。可能好过分，只用烂梗。哎呀。只好用烂梗打，暂时没有对策，有没有办法？对啊，只好用烂梗，只好用烂梗，只好用烂梗。哦，浪费二十的防御值，啊，冷冻。哦，漂亮。好了，先离开，没错，先离开，没错。反正走这个距离就做不到什么事情。他只能一直会，那一直会，其实在集气。他一直会，其实也在集气。要收下局了吗？他一直在会，其实也在集气。差不多。哎。哎呀，哦，而且光线没打，哎呀，光线没打，差不多了，哎呀，三分，三分，考虑一下，哎呀，心到，哇塞，这个真的心到，哎呦，今天没有进攻哦，这个气到底要怎么用呢？还是要开机，好到了吗？开机，哦，收下局，提升下，漂亮，哇，哦，嘿嘿，啊，感觉我们接错了。哎呀呀，反正我在接二三六加 B 才对，对啊，三六要多一点点，那是多七，多一点点，多非常的少。哦哦，转折，现在突快招喽，转折突快招，我收下去。哎，来，哦，熬到，哦，漂亮。哎嗨，这不能动。哎哇哇，好瘦啊！哎，三三要自己小心，要不然要跳出去。他知道那地方一定是这样。差点就自己冲出去。啊，来了！哇，哎，哎，解锁吗？哎呀，他刚战神刚，正战神刚好解锁，好像可以接比较痛一点。哇，强尾灯好刺激。不要太远。哎，有接吗？炸到了，收到雷，要不炸一下嘞？收到雷了。在哪里停下了。哇，竟然被打到。糟糕了。踢皮球。哎，好少。这太远了。好的。收起来。哎。嗨嗨。哦，妖兽。哦吼，嘿。哎，有个猜到了。哎，不让烂梗。哦，接到了。哦，反向七。这个应该有100。120左右。哦，挡好了，战神可能要再收下去，是要不然凹西哦，收下去可能比较好一点。收下去，因为血量差，现在血量差距。没错，他先集气，哦，不错，冷静。我就把他轰出场。哦，头摔，哦，冷静。好，先这个量，这个量，冷静，好，走，他先开。所以要收下去了吗？收下去了吗？哦，收下去。这个可以是收掉，哦、这个可以收掉。哦、二刀，哎嘿，大招，有人惨叫了一声，大师兄惨叫了一声，啊啊啊啊啊啊！好帅啊！